那个昨天好朋友说我这个那个坐俩人坐仨人的能坐俩人，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好的哈。我爸要去练车去，这嘎子有一个小孩座椅，是这嘎子坐一个人，完之后这坐一个人，正常的座椅往前一掰，慢慢骑，告诉你慢慢骑吧，轻点给油啊，轻点的，我啥没看看你跟着俩。这个车是咋？这个车是比较小，你等那个，就是这个，没有空，中间没有空。如果是太长的话，就太大，回头拐弯啥的就不好整。整那么大干啥呀？我也坐不几回，我能跟他俩坐几回呀？那你也得多坐两回。你就让他整得劲儿。平时还是我爸主要一个人骑时候多。看，我们这大道。大道没啥车是吗？嗯，啊，要说能给我爸买电动车吗？不是，这工具没准儿，就是一早一晚能有车。嗯，能行啊？我坐上 啊。这个是手刹，我问他了，这个是手刹，就是你停车的时候，这个、那个、这俩摁。对，停车的时候一定给他摁上。我那个三轮搭那是这个手刹，这嘎子就掰的，老实。嗯，你看这不大小不正好吗？坐一会儿。让总监上去驮一会儿马上。哎呀妈，我不得害怕呀、啊？怕啥的？坐车怕啥的呢？不是我坐车倒不怕，我害怕你那个，你那把手艺。你看，坐得不得劲儿？这玩意儿必须得先给那个下车，让他慢点，慢点走。看，这是我们家后院，这是旁边养哥哥大哥，这是我们家。回头妈给你也得配个安全帽。我还得来个安全帽啊。得不得劲儿啊？挺得劲，我坐得劲。啊，你等我一会儿啊。这回我搁后边撵着，没有仨人的，那个就是说。坐的大的那个太大了，太长，来回拐弯不得劲儿。这个小的拐弯得劲儿。这往上一靠，就跟那小车一样，就像坐床差不多。其他上海边好像都能去。你可拉倒吧！能去，你要能找着道，反正能去。来回八十呗。那这骑不这骑不回来。我骑溜一圈啊。那你溜去吧，看能不能骑、啊。我驮你啊！哎呀妈呀，可别驮我了。我没骑过。你都没骑过，你练练行。我。你没骑过这个车？我没有，我昨天还说那啥呢？我昨天照照了，你都不敢我骑的呗？我不敢你啊！你先练练。我不敢你。我骑过这个，要我咋说我会骑呢？我骑那个大安摩托，你骑去试试。手太那个就这样式的。沉不沉这车？不咋说。你得慢慢骑呀、啊，你领定没骑过。哎呀！哎，你坐这个车吧。坐后边坐的比那还得劲儿，骑的。啊，不走呢？你得哎，对，踩刹车，踩完刹车松了。哎呀妈，你还不赶你爸呢？你看看。真骑的。啊？送拐。送拐呀。你不送拐吗？不送拐，这不行，再回来两下。我这么走，我这么歪，就我这么走，轻点歪，那么歪大劲儿，那不撞到啥？你就往那咱房后那骑。往正走啊，人家哪也不用练，真骑不了，看你。你我的妈呀，哥哥先下来吧，等有功夫你练练吧。给你吧，快，不行，这真不是一般人能骑了的。我爸原来骑过那个大三轮，跟我说，给你。啊，这个车回头也能过来，回头从这儿过去。哎，我说从这儿能过去吗？能过去吗？能。能过去，回来就过去了，还得让人给开门呢这个。不是，那你试一下子看看。你看他还试着。不是，你那个门的，他来回过来不打你车吗？啊，不行，不行，那还得开。动呢？没人给他开。嗯。这人呢？没有人给他开行。干啥就是不行，你这玩意可好骑啊！这个得先踩一下刹车，完之后才能走。这个摩托就这毛病，这个你必须得先踩这个，你不踩这个离合，它给油不走。你看，那大车也是吗？那大车不是，那大车没有刹啊，没有刹车，有大车，大车它不用踩。这不是这么的吗？拧过来。嗯，给它扣上。
这个有个角，嗯，给它往前，咔嚓一下子得吧。哎，就是完事儿，完了它就回过来了。死了吗？这个死了，这回死上了。啊，你得扳它才能死上的。啊，那更懂。啊，你们这样更懂啊！你搁那学半天呢？啥更懂啊？还要骑过这个摩托，还更懂。这里是货，这里是货工具箱，这是合格证，这是充电器，这得拿回来。现在我就啥不知道呢？就这车现在跑完以后了，剩多少个电？我不知道为啥。那你灭了，你要不灭的话呢？你电瓶拿出来了，现在看不见了。是啊，看不着了，看不着了。以后待会儿回头你打开的时候我给你瞅看看啊。左前轱辘后轱辘都行。嗯，这大锁头还有这些鸡胗呢。嗯，这是过年买的，正好总监吃不了别的，正好吃鸡肉没事。嗯，先焯会儿鸡胗啊。有料酒啊，葱酱，这个焯一下啊，十分钟这一焯就熟了，熟了。巨星三件套，这玩意好熟。哎，这宽粉提前泡一泡，泡湿了。这个生肉，老肉。又粘住啊，一呀，一八年。啊，大宽粉。来点盐。鸡翅冬宽粉。这是天天必备。大火煮一下。哎，你没啥汤。留点汤行吗？葱蒜，这小味儿就出来了。哎，出锅。哎，给你点。你还等着不够喝吗？啊，你这是捡着了。哈喽，我是胖妞，这是。吃点鸡肉没事儿哈，虽说是忌口，但是也得吃肉。开饭，鸡肉大宽粉，这是老长时间没吃大宽粉了，这我咋不咋亮堂的嘛？看这大宽粉啊，这玩意炖的时候，出锅的时候，你给让它稍微里头有点白茬子，啊，这种就好吃。你都整透明石墩的，就大劲儿了。嗯，这鸡胗有点硬吧？我是吃鸡胗，你吃一个。这鸡翅今天要粘锅了，正规的倒上起啥事没有。起这摩托就像玩儿似的，我以前骑那大按摩托，你不比这大吃饭呢？出门就得带头盔。嗯，买头盔了吗？送的，送上。嗯，买个大锁头。干啥都得投入。嗯。管他要给买个扇车那玩意儿，买一个那行，要不又会买的，这一瞅就远了又。金翠我都吃在家了，那翠果我还咬不了。那你酒给倒上吧。嗯。这个不是哪个大米，这个大米可没有上回好。这个。嗯。这种鱼。黑豹。能搁那个辣椒。哎呀。倒两个籽儿，种两个辣椒，青不大的时候吃，你吃正好。啊，你要你买不着那个不辣的，辣没辣？就是这辣椒，就是接这么长时间你就吃，那正好种它两小种。那得种是吧？嗯，就搁这个辣椒籽儿，好像都冻得了。明天倒点儿。还买辣椒秧子呢。辣椒秧也行，辣椒秧是辣的，辣椒给你妈准备的，那个是不辣的。辣椒秧不像种那个籽儿，那辣椒籽儿，种那个那辣椒蜜，你不你摘能摘那么蜜？辣椒不怕蜜，你种两小种。我妈啥都知道。那一辣椒那玩意还有挺老远一颗，那一大辣椒不是大辣椒，
辣椒你看你拿那是多远的，一寸半左右一颗正好，带后的尖扔的，它蜜大劲儿的光，开火花子不做牛，瘦呗。我爸买点籽儿买点秧，怕咋的呢？怕籽儿出的晚，怕秧不熟不成，做两种准备意思。人给家都扣地膜啊，地膜下来的。嗯，那个秧子嘛。人家他那心爱那要种那个，他买那个籽儿，他就要种那个品种。嗯。秧子这玩意儿你心没底，不清楚。为啥我说买籽儿？买籽儿反正这玩意儿也不像搁人家豆那籽儿。但我现在都没有人倒籽儿。那玩意儿皮不你就没说籽儿吗？我那人都倒，人家那柿子啥的，那大黄柿子。不肉的咋肉的，我二婶有牛筋似的籽儿，去年我回家我还尝了呢，他说今天摘那个籽儿。我这几个都做好了的，你早都不行，你到70多岁了你更晚，谁还没有毛病。所以说吃点喝点儿趁着能咬动。我先倒上了吧，嗯，倒这是鲜皮，好像是今年买的，10块钱儿啊，10块钱一小多，弄个那个吧，啊，挺合适，10块钱吗？两瓶啤酒，嗯，这里头是两瓶啤酒吗？三瓶，哎，鲜啤，我爸不愿意喝鲜啤吗？嗯，你整一杯呀？哎妈，我还敢整，还敢不整？整完再走了就完了。都又该赖我了。我这倒车不行，倒车。你真正别倒车。你不要，我以前开车的时候没倒过车，正直走。你可以下来出一个的，哎，嗯，自己往后倒，你就别那个啥，对，别弄那个倒车，请注意，倒车请注意，你别吃它。我今儿那法就得熟悉一遍。嗯，哪个牛管灯了，哪个牛管前后灯了，都得不你都得熟呀。你也没有啥招忙事，你倒不倒你就推一下得了，嗯，没有招忙事的话你也别骑，没有啥事。我爸就是咋的呢，取个快递上个菜市场，完了之后没事溜达溜达自己，哎，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吧比较空旷，坐公交车啥的就是一趟车都得40多分钟。嗯，骑这小车就根本就啥事儿都没有，你们还用担心这呢？不是，那也。我原先骑那个大的，那个比他这个大多吃饭那个，就骑2年的，他俩一个牌子，都是大的，那灰色的。这人生当中的第一辆车。一天93顿饭。不是第一辆，还那时候是自行车是吧？那，我在那打工见小的嘛，给那小广场里头。嗯。或者那院长那俩说没事你嚼吧，徐师傅你嚼会该咋是咋就停那哈，从那开始学会的，那是不会，不敢一个家庭妇女。你爸是咋的，他不会弄完他不捅，对车上咱们家对没有爱好，对车上都不爱好。你大哥那时候也是，你还是现学的。我大哥那时候没讲，刚开始买车的时候都不愿意开，一说开车出去那袜子疼是不是？那时候我你说烦人，买车刚高啊，这个有电的行，我最烦就是汽油，汽油那味儿受不了，但我还不晕车。你咋不晕车呀？你上车就睡觉。嗯，睡觉呢正常，睡觉就是晕车的。你才睡觉，他见也闭眼睛了，困了你不睡觉。他还是咋回事？我上车你扔往哪开往哪开，我不行，我这人他爱操心呢。不是爱操心，你是当领导坐前面，我坐后边。那什么玩意一讲，导航一讲，我就寻思了啊，还有100米往左转。我的妈呀！那个棒子响了点，看他转票了，就老
就说你得是副驾驶的嘛。老丁这么寻思，你必须得是副驾驶。人家那司机还不明白，跟你啊，司机他还行那啥玩意儿，你再瞅着他们俩来没来车啥的。司机也有失误的时候，那你看，有的时候岔五道，嗖一下子转过这个车，来个自行车啥，你不帮瞅点？你那那可倒好，往那嘎达也让人一闭，反正你愿意咋开咋开去。我往那嘎达一闭，够心里寻思呢。来吧，干杯！我干杯，你慢慢喝一杯。嗯、那个不能多喝，喝一半。干杯！哎呀，喝多算多是呗。哎呀，鸡翅你吃了吗？这周六周日两天非常完美，整的大家还跟他惦记了啊。那个赶大集吧，是叫糖谷酒肉。那嘎达就是最近一个月两个月吧，就是卖这个树啊花啊草啊啥的成千上百，大家没事可以去溜达溜达。我们下个礼拜愿意去的话再去，就是我妈讲话买点花啊啥的。嗯，对，花鸟鱼虫糖谷酒肉。这是回头有功夫就领我爸练练车。得练练，这练不行，自己练明班的。感谢，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工作顺利，拜拜。你练明班的，哪个是干啥的？别一使劲儿，花一着忙，把那个什么玩意当啥，把刹车当那个加油门了就完了。电动车这个东西特别悬，我有的时候就是骑那个啥，骑俩轱辘的时候着急的时候都那啥了。俩轱辘你没有这个稳的，这我骑过。我们说我骑二年呢，还那充电不也得有加那什么吗？给油是什么玩意儿？给油是手柄，手柄你往里一拧，它就是给油就走了。